到吗？开到麦这个声音吗？有吗？有啊哈 ，Hello， 哎，大家下午好，早上好，今天早上的时间哈，早上星期天的早上，大家好。你现在是写什么？十二生肖的哈 ，OK。大家早上好，来，我在这里开了一个直播哈，等你们上线一下，然后呢，今天我是在神庙这里，先跟大家打招呼一下。OK， 早上好，等你们上线一下哈，等等 ，OK， 大家早上好，星期天的早上。等大家上线先啊 ，OK， 等，你没有问题啊，全部都 OK 啊。俊凯，等一下 stand by， 万一我的这个没有线的话，要 hotspot 你。OK，OK、okay. okay.。好，今天的直播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因为今天呢，我是在这个神庙这一边哈，我们在财神宫这里。那我们在财神宫这里呢，今天有，就是要为哈2023年十二生肖运势那。求这个四个幸运数字，每一个生肖都有四个号码。每一年呢，其实我都有出这个十二生肖幸运数字，都是通过财神宫这个大伯宫这边哈给的幸运数字。OK， 所以今天会在这里求哦，所以等一下会直播给你们看。大家早上好，星期天的早上你们都在做什么呢？那我一早就来庙这里哈。今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呢，那就是我们的药师佛这个法会。药师佛法会呢，因为今天主要呢是在点灯还有祈福，就是在和尚会在现场念经哈。但我没有现场，明天呢将会一整天都在现场。今天昨天我已经我们洒净开坛了，然后今天呢就让他去运作，就因为火蛮好。当有参加活动和有那个牌位的时候，我们叫入位哈，延伸入位，每个都有的。参加活动，每个人都有一个入位。那这个入位呢，就代表着是你，感觉上就像你的一个魂来到了现场，所以是这样子，全部叫牌位那一边，就是非常针对个人的，是非常好、非常有效的。那你自己本身呢，也不用说，就是来参加法会呀、听经啊，要自己来到现场，不需要。所以我们用牌位这样子来代替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代表，那就已经很好了，这力量功德也很强的。 OK， 好，大家早上好。所以呢现在来到了财神宫这一边哈，那当然就是今天呢主要就是为2023年的每一个生肖求这一个幸运数字。因为这幸运数字我们不可以随便给你的，所以它必须有个通过神明哈，当然我是以道教的方式来拿这十二个字。 OK，那今天我们来看哈，今天会有两个神明哈，两个神明就是会上同神，一个呢是大伯公，另外一个呢是济公。那现在你们看到的是车上面撒了一些花叶子哈，然后有放了两粒柑呢，这是因为 OK 助理的新车哈。然后呢，当然这里有两辆新车，所以呢我们就想要为新车祈福。但每一个辆车都可以用宗教的方式为他们祈福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拿新车的朋友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尝试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祈福如果你是道教的朋友，你可以去庙哈拿一些祈福哈。所以给你们看一下哈，有两辆车，但最大的力量呢还要通过如果有神明能够在这里就是再祈福一下，加持一下，那力量更大。所以这里有两辆新车。 OK，等一下呢，这个仪式的话呢，我们就会做给大家看它的仪式是什么样子的。OK， 所以看到新车哈。OK， 所以它的方式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你拿到新车，你可以这样子。OK， 可以到车顶哈，到车顶上面，你看都有撒这个这个花哈。OK。然后一定要放两粒柑在车上面，车前面。你们是拿过新车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让你的车祈福呢？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些方法。OK， 很香哎，很香，是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是这里会有一些柠檬叶哈。
所以也是要这样子的方式，看到吗？ OK， 所以仪式还没有开始，仪式还没有开始，多一下子就开始了，因为现在呢师父正在里面准备着哈，师父正在里面准备着，我们要等师父上身了，然后过来这边呢为这些新车啊，就是祈福开光。 OK， 好，等一下我们就等一下哈，要开始了吗？差不多了哈，来，我们把整个过程就给你们看。那那天呢我们在这里求的财神字哈，就是财神爷那时候，然后我们求了四个字哈，在一个礼拜过后他就已经出了，已经开出来了。然后今天呢我们求的就不大一样，我们求的是2023年12生肖的生肖运势，这个幸运数字哈，所以差不多要开始了。我们看一下哈，师父在这里正在准备着，正在准备着哈，我把镜头交给助理。 OK， 嗯，镜头交给助理哈，等一下。 OK， 很热，要不要开？开冷气，开冷气一下，开冷气，神庙有冷气还不错。今天要拍这些，嗯，师父在讲，我在这里讲一下。哦，好多车来了，很多车要来洗车牌吗？我们华人就是喜欢洗一下车牌哈，感觉上就轻轻的那个感觉很好。差不多了哈，哇，很多哎，什么他也要洗车牌呀、啊，这是给我的。大方柜的来呀，开大张大方柜的。每一辆车哈。一辆车八个。每一辆车八方柜人烧哈。啊。啊。啊。大家等一下看看一下，其他人要洗车牌。开过的人。啊，又有一辆啊，惨了啦！还有没来呀？有些车牌没有开过字哈，就来这里洗洗一下哈，试试看一下。嗯，
这里六张，七张，七张，对，七张，这里七张，三张。多一张，这里八张，哎，十五啊，十五了，还没有上。开啊！为什么你开了嘞？开几时开个？我明白长哦，很长，明白哦，比较福建来哦，那他住到的多哦，你快点去买啊！那里几张呢？六张。哎，老板好。七张，最后一张了。什么好啊？这里八张了，二四六八，八张了，这里八张，七张八张，这样八方贵人呢？好，来，来拿来，我给你讲两百，两百。这个也一起来，拿来 ，OK， 我们去摆一下哈。香，要 overlap 吗？要。这样子，排着香。排着香。啊，上面啊，这边上面，元宝在上面排着香啊。排着香。哎，会飞呀、啊？大吉呀！大吉，大吉呀！大吉呀！可以这样子吗？哎，不可以。大吉要他，大吉要他，等一下哈。我的手的长度，等一下我来。嗯。行啊，可以吗？啊，这样就不会飞了。可以吗？这样就不会飞啊。没有。会飞呀、啊，会飞。哎。在前面那边。会滚嘛？OK， 是啦，船会滚啊，船会滚呢、啊，来这样子可以啦、啊，可以了，这里不会飞了，哦哦哦，会飞耶，在哪东西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压一下，拿帘子，啊，拿墩子，钱，散钱，墩子。拿哦，拿莲子 啊, 啊，最好，可以吗？你莲子就行啊，不要莲子。莲子。来，给你啊。莲子就行啊，可以啊。啊 OK， 可以再来。可以啦，他这样子有一点借力道、啊、，OK 了，可以啊，可以啦，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嗯、漂亮，啊，漂亮漂亮，这样子拍，啊，这个角度美，哦哦，还要粘吗？这样子拍，嗯，啊、这角度美哈，哇、啊、塞，漂亮啊，很行啊，来这里还有一点，哦，这样粘啊，这两边紧，粘车也不用紧，过去也不用紧，哈、啊、哈。这个、哦、这个照亮、这个哎、可以过了吧应该过、这边嗯这边平就行啊、哦、OK 来可以啊啊不会开就行啊够力啊够力啊发到不清不楚啊哎从这边拍哇这样漂亮可以了哎哎再多一点嗯这边，这两个天天吃啊。嗯。OK。可以。
OK， 关几点 ？OK， 好。OK， 可以啊。可以了，可以了，小心后面。哎，怎么不穿鞋？可以穿鞋的。来不及穿。来不及穿，来，我帮你拿去穿鞋。OK， 当然我们就是每个车有开关的一些方式，加持的一些方式哈。有些车牌还没有经常就是拿了新车，可能觉得哎不顺利，或者是拿了新车过后车牌不会开哈。我们可以做一些方式，他们就叫了很多辆车过来这里哈。OK， 当然这是以就是道教的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洗车牌，然后加持的这一种方法哈。可以吗？主席这样会掉吗？要往后一点，这两粒层啊，对。然后当然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些就是洒净的净化的这些水哈。现在主席正在我们在准备哈，然后是以道教的方式去进行的。来，这个要什么？还有一两啊，几十来的，凑热闹的。这两是谁的？凑热闹的。是新车吗？这辆？好，突然之间多出一辆来凑热闹。来，一个人要帮主席粘一下。哎，也变你粘了这个。来，粘纸又跑去哪里啊？来，主席要帮你。可是 Olen 他有吗 ？Olen 去买了。Olen 去买了。一定要一粒层的 ，OK。大吉对。大吉大利嘛，哈。OK。来吧，来。OK。走，快来哈，师傅。这边还会飞啊、哦。可以。对，OK， 可以。好的，来走，我们进去里面看。在外面边景，其实边景，要吗？三同的，刚刚我们在外面忙着，没有注意啊。难怪还没有醉醒呢，还没醉醒吧？哎，刚没睡。是刚好，是刚。从昨晚喝太多了啊。给这酒引过来，给那个主席来了，是，给那个主席喝了呀。这个我们尝尝先吗？老师买给啊。这样也买酒过来。开。拿来就开啊，老师开。开，我不会开，我不会开酒。来啊，你开。哇，来师公。是刚喝酒，他们在拍照，跟车拍照。刚刚喝黑茶，他还在喝酒，好喝吗？有心就好。这好喝，好喝了，叫老师敬你喽，哥。老师敬你，喝酒，现在上同声的是活佛济公，我们叫他师公 ，OK， 然后他先去帮就是车哈，做一点加持啊。按照天时这时轮，按照老人家
还是旁边走没讲方便啊。不公老走不方便，就职工跟你开光车牌先。啊，不公老了不方便走的。走慢啊，是。所以啊，今天会有两个神明上来，一个是大伯公，一个是技工哈。技工呢是先帮我们开光这一个车牌。我一个呀。然后怎样？上哈上，去看咯，去拍，去上。那个叫。start 车大个灯开，俊康也是这样，俊康的自拍棒交给我，俊康你的车要 start 一下。大车大灯开，大着啊，还有还大着大灯开啊，很讲究一下，大家注意一下。所以呢，现在需要就是大车一下，然后开大灯，嗯 ，OK， 开大火哈，来我们看一下哈，开火没有灯，没有灯，开灯。全部开灯，啊，开灯。对了，坐在车上呢、哦，坐在车上。你要坐在车上吗？有了，有大灯了哈。不会开呀、啊，因为它 auto 的是吗？你忘记怎么开？哦，很等一下。OK， 来等这个。要。我有毛三师傅。师傅。啊，变紧。来了。哎，什么事？嗯，对。哦，那个金色不要穿金色，换颜色。金色鞋子招鬼呀，惹鬼呀。啊，金色鞋子不要穿金色。哦。所以昨天晚上听到鬼。跟这个鞋子有一点关系。好。看起来像新鞋子哦。来，来，我看一下，师公，来开始。龙先生。合拍，合拍，在这里啊。对对对。这样子做，呀，那干慢香哈，干慢烟。啊，始终看好脚啊，看好脚啊。来，来。九支清香，九支清标。九支清香。九支，九支。要要要！你家哪有？来一个扫。哦，明白。要蒙的嘛。可以。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师傅是怎么样做的。OK， 我们大家看一下哈，我也是没有看过，这是我第一次看过。嗯。大方贵人。是。为这辆车开光一下哈，让它在马路上顺顺利利，取得更大，就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很重要哈。啊，是顺顺的，是。没规定就保好，肯定要开。嗯，对。顺顺利利。顺顺利利。开了吗？开灯了，开了，开了，这灯是开了的。我都又关掉了。没有啊，开着啊。开着。开着，得有灯的。哦，有。来开，嗯。点眼睛啊。很像冰缸，barbecue。来，我们让师傅来办事哈，我也是从中学习，在旁边看看一下。等一下轮到你，喂，尴尬，超级尴尬。来的不是司机，你看，你看，那熏车还是熏人？人一起熏了。叫你出来吃早餐，你一会儿昨天很迟睡，一点多才睡。哦、oh, ，OK、那我们的村长也来了。开光仪式啊！是是是。他醉呀、啊！他醉呀、啊！来。开门，开门。啊、哦，还要里面熏呐、啊！像大阵仗啊，看这新车哎、欸，新车。没事没事。
看我里面是不是有香水啊？香水味全部没有掉了啊！一下子了，太好了。等下吃上是有香。是的。你去，有了没有？不可以巡江沟里了，巡一下就好了哈。哇！蚊子啊，里面的。哎呀，施工！哇，香水味全部没有掉了。不要讲走吧、哦、你摇啊，这个看到好的，你摇啊，摇啊，我们求十二生肖是哎，他不公还没来，喊一下哈，喊，要响，OK 哈，又来一次，来车主车主，我们还在等十二生肖幸运数字啊，等一下先了，我们先帮这些新车加持加持一下。没有香味了。
各位开。施工小心点。后面也有。骑辆车也累啊！我会跟他拍水。我跟他讲啊。我看到我们现在做直播的单的助理有冰上一些困哈，反正我们在讲这的时候。这里是放什么财神庙 ？OK，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财神庙哈。OK， 我们给他去进行一下，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些东西哈，顺便可以推一下我的产品。OK， 我们要正月初一要接财神哈，财神是我一直鼓励大家要接的那个财神爷，因为真的很好，一年只有一次机会接财神哈。所以如果你们要接财神的话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有财神庙一整份，然后财神庙还要有一个财神像。还有接财神的书文也很重要，还有就是接财神啊步骤，所以我们的财神料，所以我们的财神料啊，里面基本上就有包括了这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的书文会特地拿来加持盖印玺的，所以是财帛星君的印玺，所以如果你们要赶快在这个直播里面下单哈，君凡帮我看酷，我有没有戴眼镜？财神料啊、就是我们有两个配套，一个是就基本的接财神的这一个配套，另外一个是精装版，精装版超级好的，你们先打上精装版，因为那真的很好，里面呢有很多有招财箱，还有就是圣鼎啊，然后还有就是蜡烛也有啊、所以我们精装版是288。288块，打288加一。如果你是要就是最 standard的那个财神料呢，那你就打388加一 ，OK， 这样子拿掉这个东西。OK，
所以呢，你们可以在直播里面下单哈，反正那个济公正在开光哈，所以呢，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下接财神的重要。那晚上呢，有时间的话，我会做直播教你们接财神的一些要注意的东西，但你们不要错过接财神，因为我们的财神料是最棒的。我们的财神料呢，在就是每一次还没有到新年的时候，我们一定卖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你们现在开始购买？那现在是属于预定哈，我们大概多两个星期你们才可以拿到货的。包括我们的啊福字贴就有现货，财神料你们真的是要等哈，所以我们还要等我们加持，整个全部都要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财神料你看才卖38块钱，那38里面呢该有的东西都有，然后是属于非常，就是属于非常，非常好，就非常有力量的。那接财神的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力量在那边，这样财神才容易过来哈。所以这就是我们推出财神料的主要。OK， 我也希望大家每一年都能够接财神，所以你们自己打上来，就是财神料38块钱一份，一个家庭一份就行了，打38加1。但如果你是，就是精装版财神料的话呢，你就打288加1。OK， 来，我把画面切换哈，看我一下哈，来，你帮我拿，要帮我拿吗？还是，啊，太热了，太热了。OK， 所以呢，我们就有两个配套，所以你们自己打上，来哈。然后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我看走出去啊，很暗。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呢，主要就是在为十二生肖哈，要这一个2023年的生肖幸运数字 ，OK。那么等一下哈，应该是差不多的。我们现在有三辆车在这边加持了，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就是我们请大伯公，还有一辆啊，四辆啊。师傅自己的车啊，师傅自己的车也要加持。OK， 好，那除了这个财神料哈，君凡，你刚刚看他们有什么样的 comments 吗？老师有问 website 买得到吗？那个精装版。精装版财神料 website 也是买得到的，你们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官网 www.masterball.com.my， 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你在直播间下单也行，反正这个是属于预定哈，你们没有这么快拿到货的。OK， 好了吗？好了，我们要进去了，那边好。啊？啊，发福给自己啊，自己的车就有点不一样哈、哦。是啊，你看，我们去看师傅的车，师傅有一点自肥哎，好像感觉上好的东西就给他自己这样。OK， 来，我们看一下哈，画面，把画面切换一下。这辆车是师傅本身自己的车，你看师傅自己的车就发福盖印章，盖到这样够力。师傅的车经常要进疤的哈，师傅有榴莲眼呢，嗯，他有猫山王，有猫山王榴莲超有钱的，要看一下师傅车的车牌吗？师傅车是 Ranger 9987，这是师傅的车哈。OK， 好，我们要开始了吗 ？OK， 好的。那我们要差不多开始了哈。好的，来，可以了哈。每个车主都在，施工交代了，每个车主拿3支清香。我们再还要再等一下，每一个车主，还要再等哈。他们叫他们自己拿下来，好好自己念。来这边开始，来这边。OK， 他们自己来，然后我们这里，然后每一个车主哈，就要自己去，就是换掉那一些贵人符，然后要拿箱去外面摆放一下。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在这里。OK， 现在呢，我们就是要请伯公进来，然后呢。奉公上神哈，然后就是要为十二生肖哈求2023年十二生肖的幸运数字。OK， 所以我们再等等一下哈。自己弄的车主，嗯 ，OK。三支清香啊，那边香在那边。哈，等等哈，然后就是就是我一直在鼓励大家哈，每一年呢正月初一
就是能够的话呢，大家都接财神。那就算，就算你是去妈妈家，你回巴勒冈邦，回去你自己的家乡，你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父母亲的家那一边接财神的。啊，这也是很好，因为你有同时在现场接财神的人，都能够接到那一个财气和福气。所以我都很鼓励大家，能够的话，大家都能去接财神。那一年一次机会，就像立春一样，一年一次机会，让你借助天地磁场的力量。所以这两个日子呢，都是我一直很鼓励大家，你们要去借运，去就是借助这一些力量哈。一个力量呢，是通过了宇宙磁场第一道正气的力量，是在立春。那另外一个呢，正月初一这接财神哈，这个要配合到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如果刚好接财神那一天那个时刻，你家刚好就是有什么状况，或者是突然就是天气也不好的话啊，种种原因阻止着你，这就代表着你也没有这一个时机哈和缘分去接财神。但如果一切都配合得好的话呢，那你为何不接呢？那全部东西都已经完整了，就只欠东风哈，就是只欠你自己的那一个主动去接。所以呢，无论如何，我是建议大家先把财神料，一个很基本的财神料买下来，因为这个才38块钱。然后财神料对我的价钱都很便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也希望大家跟财神爷接下这个善缘哈。所以你看，我会来财神庙，会特地去找这些东西给大家，还有补财库补财运的这些方法。那主要呢，其实就希望大家借助神明的这个力量哈，让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财气满满。接财神这个方法哈，它是民间的一种习俗，然后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种方法，然后一年只可以，它只维持一年的功效。所以你去年有接，如果你今年没有接，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说每一年你一定要接。它就像你个人你自己觉得你想接你就去接，但如果你的感觉不好，或者是你觉得当天情绪也不好，或者家里出现一些什么状况，你就不去接。但你是 stand by 好那一个财神料就对了，因为要拿到那么好的财神料，只有我们有出，因为我们的财神料里面跟外面你在神料店买完全不一样，我们有加持，然后我们的财神像也是特别的，所以还有步骤在里面，书文很重要的书文我们全部都有。所以只要你拿一个最基本版本的财神料，基本上就已经很足够了。那这一个基本财神料呢是38块钱，那么便宜的价钱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神明结下这个善缘。财神爷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属于大家的，天上来每一朵云上面正月初一都有财神，但我们谁接得到呢，就是看你了。所以要把方法教你们，那接下来我会做影片教大家怎么正确的接财神。所以你们自己打上来38加1就是1包1份哈，一个家庭1份就够了，不能够多多份，也不能够分开人来接，那一定要同一天好的时辰，然后一家人一起接。所以38加1一个家庭。那如果你要更好，那你觉得你今年有进步，你要更大的财气，那你就那金砖版财神料288288块，那更棒，里面有更多东西，288加1。 OK， 三点好，可以开始了吗？现在是不公啊，不公要上身了哈，所以我们差不多了，不公要上身，你们继续。9年，可以来。请上去给自己公婆，那9年拿。这个9我拿哈。啊，你两个手拿。OK， 我两个手拿，这样你帮我拿着拍我了。OK， 来。记得改会一代再带好。再来，看见。啊，好。这位哈，请给激光，激光啊，精神啊，放在桌面上哈。哎，不要，你拍我就行啊。这里转过来，OK， 好。精神啊，坐那边。激光。放在桌面呢。啊，对。好嘞，给我，可以了哈。不公来了哈。现在请的神明是不公，为12生肖。就是求这一个2023年的幸运数字，这个幸运数字只维持一年哈，我们只是一年的效力哈，每一年我们都会来这里为12生肖求幸运数字的。边景，我等助理过来，他在忙着洗下车牌。OK， 好，现在看这个不公哈，俊康。健康，做工，他忙着。
啊 ，OK， 来这里，啊，来，现在是大伯公啊，啊，这个叫，来吧，来请，来等大伯公。阿来老板，要扶一下哈，嗯，啊，等一下吧，嗯。请来的是大伯公，大伯公呢就是为我们求这个十二生肖哈，幸运狮子。正正开的字才会正，所以你们工作人员小心一点。帮啊，袖子侧顺顺来。哎，顺顺，嗯，把这个顺顺来啊，两个来。长买十度，哎，顺顺，啊，你讲，你讲的乱乱，嗯，啊，做买十度乱，这个乱乱做什么事？乱乱乱，心也乱，哪有知道？好，来，把头发。反正马盖死了，你都不用买方法去改变。嗯，做买事都会说啦。不要，啊，莫乱乱讲，别都乱看啊，心别乱。嗯，哦，还用讲的，寸寸来，来寸寸啦，哦，啊，做买事的，嗯，要顺顺利。来烧茶吧，公。啊，烧茶最重要。烧茶最重要。啊，看烧我啊。啊，看你啊，茶都没几多好。茶先。啊，茶叶不好了。哦，下次我带好的茶叶来。干杯了。啊，我没有注意到，我下次带好茶叶。啊，不过我下次带好茶叶。啊，困死了！啊，唔系讲。阿女子哦，我唔知哦。阿弟耶。好茶叶在哪里？我上次有带过一个很好的一整片的。那个他不喜欢。来，那个红色片啊。啊，没有了，那个也是好。那古什么？古带古嘛。去啊，铁板哥。啊，你要忙死去困死的。
看成问题啦。啊，中来市区，嗯，啊，后车忙碌去，你眉头先来啦。哦，莫怪啊，不莫怪啊。啊，莫怪啦，莫怪，不莫怪。先进啦，先啊。谁做一些？做一些啦。谁做一些啦？莫怪啊。莫了莫了，来第二件，第二泡在有奶多哎。哦，你按好几都买了啊？哦，先定啊，嗯，先定啊，走路走路走路，来，老师，来来来，啊，不公，公来呀，茶泡香的，啊，嗯，不公不公，好，嗯，老师来应昂，包一凡，然后想为。就是我们的粉丝哈，求2023年新所有生肖的幸运号码，2023年的生肖号码，嗯，所以要出12组生肖的号码。因为年年都办公出了，是。啊，这个元宝啊，这元宝，元宝你会做？我不会做。元宝，元宝谁会做？谁会做元宝？会元宝，把工资弄齐喎。好好好，弄齐。来，弄齐。老鼠先啊，鼠先来，明年的12生肖，是鼠运势，可以，啊，来后面拍，这样子可以拍到那个字哈。完了。
那边就是。哦。来来，哎，提干一百公啊！第一个生肖字，老鼠的生肖，属鼠的哈，大家自己注意哦。生肖属鼠的朋友哈，你们的幸运数字。鼠位来先，啊，老鼠先来，老鼠。嗯，你要顺起来，老鼠先来。这个变老鼠老大。老鼠排第一。生肖旺年报，那个不公啊！一个老鼠啊，这个啊。这个老鼠。这老鼠今年，明年呢？幸运。啊，好嘛。明年的啊。啊。倒一碗酒来。倒一碗酒。坐台。倒一碗酒。啊，九子行头。嗯。九子宝头，老鼠了。啊。九宝头。九宝头啊。啊，九子行头。不是叫我喝喝。你也没得几多，四到十二杯。你也不得，你都也不得。嗯，好。露出九次行头，明白啊？九次跑头啊？九次跑头。老鼠啊？老鼠。九次行头。啊。丸子一只天。明白吗？哎，写么？要写写嘛，要写写嘛。哦，来莫相干。啊，九次行头。对对对。你记住吗？要吗？我写啊。哦，莫相干，爱写不你呀的。嗯，对呀，这个写才有力啊。莫莫莫，你莫。直播有啊，祝你们直播一下，帮我记录哈，属老鼠的，祝你们直播注意啊，嗯，这是属老鼠的 ，OK， 属老鼠的幸运数字哈。很小家。哦，爱写不你，啊，九次行头，嗯，九啊，九，九，第一个字九，啊，第二个字零，啊，两九零，啊，嗯，两零啊，啊，两九零啊，两九九，九，啊，不给松松，哦，九零九零，幸运数字老鼠，两老鼠，来给我比一下，我写老鼠，啊。来老鼠啊，啊来，啊牛仔来，两只手，摸着牛仔，摸着，啊很牛摸啥样啊？现在是属牛的幸运数字，第二个，属牛的来，属牛的，看一下，嗯，啊元宝。就会像一只山一样，像座山啊，三字头，三字头啊，三字头行头，属牛的朋友，三字开始啊，三行头，属牛啊，是我，嗯嗯，是你，有三，美美来，都有九，九，也是九啊，三九啊，有九啊，冇三九，冇三九，嗯。冇明白。嗯。嗯。有三，有九。嗯。三九五三，这属牛的朋友哈，幸运数字。看到病，你都紧张吗？紧张，紧张。啊，属牛。啊，牛的。牛的朋友。好，来来来。OK， 下一个。啊，你该点了，啊，你就放一边。嗯。啊，你属牛。嗯。莫唱啊。不要唱，第一个放第一，第二放第二。嗯。好，兄弟，莫了。嗯，很有啊，现在是老虎，这个是好了的是吗？属牛哪一个属哪一个是？三号是牛，连老虎啊，这个是老鼠。OK， 放这边，老鼠。老鼠牛啊，排住。嗯，连老虎啊。嗯。老虎啊。老虎。嗯，连老虎啊。来来
哦，哦，把工人叫了。好，挨多少做的？开始不？瓜皮哦，好过五加皮东西，这哈，我喜欢他这个，差一点买五加皮了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顺好，他喜欢这个，这个好，你要记这个这个啊，这个这个 ，S O P， 好，现在的粉丝如果有中的话，也是可以买 S O P 过来，不能孝敬他，也输了，嗯。老虎啊！老虎的朋友是老虎的朋友，幸运数字2023年的幸运数字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啊。也属老虎哎。T 1 9 9哦，也属老虎哎。老虎是老虎的朋友。T 属老虎。嗯，来。T 1 9嗯，T 1 9然后你要记记，那我还没敢你记啊。记住啊。啊，有有，我们记，我们记。啊，来！老师在元宝，老师元宝。啊，来来来，来，两好，兔子，好温柔哎，来，兔子的身价，温柔了，温柔啊，哎，兔子，啊，小家，小家，是兔子的朋友啊，注意一下，生肖属兔的朋友，你们在2023的幸运数字，好马都冇安，你比较温顺的生肖，啊，温顺的对，啊，两好马都冇安，这号码没这么大，温顺的，啊，温顺，数字比较小一点，啊，对。啊，两张耳仔，两个耳朵，啊，两个二开头，两个二，啊，比较顺小的，嗯，然后好顺气，好顺气，而且他们犯太岁，嗯，给他们哼哼一下，属兔的朋友，嗯，啊，兔，兔年耳仔，兔仔眼耳呐，啊，耳孔爱好连发哦。耳朵要灵活啊！属兔的朋友耳朵要灵活啊！你要交代嘅对唔住，要听好好啊！听听好好啊！唔好听太多，唔好坏东西啊！好的就要听，坏的不要听啊！耳仔最重要。耳朵耳朵耳朵，别太乱。耳朵啊，明白吗？兔的人属兔的啊，兔仔呀。嗯，哦，兔仔本于耳孔多的，耳朵，哦，三个二，最后一个字，耳孔爱听，听好啊，听听好，啊，最主要耳孔爱多听哈，多年粉丝，话也莫听啊，啊，话也不听那么多，坏的不要听这样多，听好的东西哈，属兔的朋友们，耳朵不要这样软，耳仔听到的。啊，都长久的，长久一点哦，三个二个九，二二二九，对，啊，二二二九，这是兔子的朋友哈，兔子的朋友 ，OK， 这是兔子的元宝，然后接下来呢，属龙的朋友，生肖龙的朋友，泰国，啊，你泰国，泰到嚟会去，啊，啊，泰唔到嚟会，对啊，啊，最泰。伊也系唱，哦，啊，一只眼宝，就从一开始。嗯，一号属龙的朋友的幸运数字是一号，这是龙的朋友。啊，凡系属龙的朋友，嗯，唔好按小气啊！不要这样小气啊！啊，我会听客家话。属龙的哪里哟？变成小气。啊，有属龙的吗？属龙的，啊，属龙有吗？没有。啊，属龙的，莫爱小气啊。哦，莫小气啊。小气对自己唔好啊。对自己不好。啊，要太放的。大方一点，看开一点，什么事情，嗯。啊，不明属龙啊。啊，莫爱小气啊。小气又不得啦。啊，属龙的朋友。啊，属龙啊，想爱好啊。一三，三，一三三。啊，凡系今日咧不好啊，都离唔开咧一杯酒，一杯酒。年初八号。啊，因为有酒啊。三三。
三九啊啊，龙的，是啊，属龙的鸟啊，总的咧，今年的十年生肖，到你唔可以唔会龙啊，嗯，哦，龙啊，小鸡啊，公龙啊，龙啊，前面坐垫啊，公龙啊，啊，小鸡，现在是兔子的生，哎，不是兔子，没有，不是兔，不是兔，蛇，啊，等下个。啊，兔孙兔孙，兔仔都结晶出来了，啊，多个，啊，我而家系傻，点打傻，啊，甜傻，傻啊，过来咯，啊，甜傻，嗯，不是啦，嗯，老虎，反正笑傻子，嗯。啊，嗯，无下下本耍剑道，无耍剑道啊，要给蛇剪刀，爱勤劳，勤劳，意思讲不要懒惰，睡觉起来给蛇剪刀，啊，明白吗？意思不要睡觉懒惰去做工啊，你啊，要勤劳一点，不要懒惰，懒蛇，懒蛇，爱勤的，要勤劳，要勤劳点，无下本耍剑，哦，要睡觉不要做工，给蛇剪刀，好，懂意思这样子，啊，要勤劳，嗯，好。叫啥？紫色朋友，第一个字是六号，第二个字是九，六九啊，对，六九九，紫色的啊，六九九，你属啥啊？啊，你爱顺，嗯，你就顺条命，嗯，顺条命，哇，天上都爽，感觉上的字都是转来转去，天上都爽，六九九，转来转去，今年十年生肖，离不开离开九，啊，天上都爽，啊，生肖离不开九，啊，尤其是你条蛇，嗯，啊，爱顺，顺条条，顺九九，啊，九九，吉祥来生。三六九九三属蛇的朋友啊，记在尾上。OK。啊，好吗 ？OK， 现在属马的朋友，生肖属马，属马的朋友哈，注意一下你们二零二三的幸运数字啊，都还有，也是离不开九啊，离不开九。马生，马马，哎，搜查来，搜查，啊，你个马呀，我你马，啊，马什么？马毛，哎呀妈，搜查，搜查先，搜查。然后好了，你马，要表呀，你看，香梅出现，哦，他香梅红嘴呀。好茶，味道先出现，好久。哦，嗯，哦，真系好。好啊，好了，我差不多。好好好，来数麦，来。数麦的朋友，二零二三幸运数字啊。今年好啊，属马今年呢，哦，小事莫当大事。属马的今年小事不要当大事，嗯，小事不要当大事，小对，小事不要当大事，属马的这样子的麻烦啊，没麻烦呐，啊，我想跟你今年讲半日听，啊，嗯，啊，属马一听也好，唔听也好，嗯。啊，佢當太師，佢喊過太師，喊過大師，屬馬的那個是馬，他聽，他聽，留意下，留意下，听小事，啊，小事化，小事化无了哈，大事化小，真是小事不要当大事，不然变成大事。OK， 属马的朋友，啊，属马的朋友，
九啊，一定有九 的啊，嗯，天桥有九，一定有九，九一。2912属马的朋友，所以属马的朋友有了 OK 哦，羊啊，那属马的朋友，你今年呢啊，你下一年你交代给他来往有点灯也好，嗯，点油灯也好，嗯，雷锋友啊，点油灯，就近一点，就马的朋友啊，大家对家都喊我，对他们喊个好，点油灯，哪里什么好？明年啦，明年啦，莫讲看天爱离开，哪里可以啊？雷锋友点灯都好，是，很家都是的，明白。点光明灯都很好的，什么好朋友？对家都喊个好，嗯，对他们喊个好，是对你们很好。啊，属马的朋友，嗯，来来来，属羊的，接下来哈。属羊的朋友，啊、来师傅。嗯，也属羊啊。啊，属羊。嗯，好属羊啥？属羊的，属羊的有三条筋，哦，要三条筋，九，属羊的朋友三条九，属羊的有三条筋，朋友，你们等一下哈，师傅还在想三条九。嗯，属羊有三条九啊。嗯，三条九啊。老师。三条9995，属羊。995。嗯。那你就对了。都没没嗯，属羊的朋友漂亮哈，猴子的朋友来，属猴的朋友大师兄，嗯，大猴子啊，孙悟空大师兄啊，要太信仰，太信仰，太信仰啊，太信仰，太信仰，太信仰，大圣爷的哈，嗯啊，要太极咯，太极啊，今日最太极咯。一炒得我，佢讲诶，啊，几多钱？得冇？哦，咁耐咁耐太极咯。要拿什么？嗯，太极咁耐。有来了。啊，真嚟好啊！好啊，好啊，嗯，来来，你讲来。啊，怎么？我来打。哎呀，给大圣爷。属猴的哈，给大圣爷哈。哎呀，哦，开心呢。啊，那本太新了，太新了，大圣爷，给大圣爷。属猴的朋友，你们好特别，你们好幸运呢。好，那一枪太新鲜。嗯，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拿。嗯，那一本太新鲜。大圣爷是，哎，枪啊太新鲜。
的朋友，这属猴的，哦，啊，谭信阳，修天一级金箍棒，都一开始，一开始，啊，一个金箍棒，啊，一级，啊，一级棒，啊，一盖九，一九，一盖九，一九，啊，一九八，一九八，啊，还没在盖，一。一九八一，属猴的朋友幸运数字是一九八一啊。嗯，两分。属猴啊。接下来属鸡的朋友，属鸡的朋友哈，啊，你们2023年幸运数字，期待一下哈。啊。嗯，你这个呀，几多点风雨来提呀？啊。几点起来？他叫我们起来，叫起来几点？五点啊！起身，起身，起身！五号开始，五号开始。鸡鸣声五点了，你看。啊，五点了啊！以前我家后面有两只。啊，五点碰心啊，离不开你这酒。五九。啊啊，一松腿腿。九。OK， 你们自己记录哈。嗯，那鸡耶，鸡的。来，老师帮另外一个。来了。狗的朋友。啊。属狗的，啊。属狗的哈。那狗啊。最后第二个生肖了。哦。好。很忠心的。啊，忠心。哮天犬。啊，狗就不一样。九。九横头。是属狗的朋友，幸运数字开头是九。啊。狗都有四十只，九四九四四只脚，像一个尾巴。啊，啊你还蛮狗，你都不懂了。啊，你注意，看老师眼前，心凉啊，老公爷。啊，啊，狗蛮狗，你就又低了啊，那是啊，老师。九四一啊，还你讲一句，你自己讲，你懂吗？啊，还有啊，就有头有尾啊，老公啊，啊，九尾了，啊，九尾啊，啊，有头有尾，九四幺九，属狗的朋友，九头九尾，嗯，那属狗啊，好，好，可以，那等下，等下，咋的？嗯，好好好，来，谢谢师傅，来呀，啊，最后一讲，最后一个二师兄啦，二师兄属猪的朋友哈，最后一个生肖的，2023年幸运数字属猪的朋友，我们看一下哈，师傅给了他什么字？啥吧？啥都同你讲嘞，属猪的，六九九，六九九。你说你舅舅，那属猪啊，属猪的。猪明年能办得过？猪是太猪哦，很孬哦，你。猪是猪啊，二师兄。哈哈哈哈哈。老公啊，很孬哦，属猪啊。咁这样讲，自然相哦。啊。哦，你哪这样讲个？哎呦。哦，你属猪哎。所以都自然相哎。哈。我想的话喵喵想啊，想啊属猪的朋友，哦，啊，属猪的朋友啊，来属猪的来。都属猪的，明年呢属猪哎，啊，猪的有点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哦，属猪哎，啊，有点属猪哎，啊，好好属猪哎来，来，哦，你照顾。哦，找找，我找你拿那个东西来，哦，哦，要偷掉那个。
莫不要抖啊！不要抖啊！对吧？小莫注意啊！啊，幸好不抖叫你抖，不要抖。走好些。哦，慢慢慢慢走。那慢慢的不一样啊！这个没有比较特别哈。啊，特别啊！这边是这个最后一个字比较特别的。也属猪哎。我们让济公再算一下哈，属猪的朋友，你们的字比较特别哈，济公都要花比较长时间想。来吧，公妹。啊。妹。啊！啊！我八公。哦，我忘记啦。莫去想，你想，哎呀，想八公呢？哪想八公？吃醋啊！来，摸摸摸。你个小猪啊！啊，小猪来啊！嗯，好，啊，小猪仔，猪妹见一见。我还没拔。啊。啊。猪妹见一见。剪是拔还是剪？猪的尾巴剪起来，啊猪，啊猪尾还没还没剪，六万六，六万一万六啊六，啊猪尾还没剪，六啊对六剪起来，啊剪就六六六啊猪尾剪起来六六啊，猪尾剪一剪啊，哎翻转来，六剪变剪。六九啊！那你笑嘛？该啊，那好笑，不是开心，开心哦！啊啊，做每件一件，啊，反正来都变叫啊，变叫。你下主席都衰到咁样啦！啊，一二一，两两。六九零。啊。OK， 还差最后一个。也做每件一件，反正来都还叫，嗯、啊啊，再帮也做每再来件，哦，六九零六，啊，那就是猪的，猪的生生肖全部都已经拿到了，这是猪的，要想，要想清楚啊，想清楚了，是八公不是济公，八公，啊，是八公不是济公，啊，我做爱跑路，八公，啊，金志斌老师啊，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你蛮辛苦，你还爱做，你做，做其他做给人，好，啊，我也做不了，很多人，哦，关键的就顺顺利，好。可以啊，搬家的生肖什么啊，通通爱爽，爱健康啊。老师，开始演了那个盖印啊，就是那个东西啊。啊 ，OK。就现在来，来讲。嗯，那不公，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想要财神爷的接财神的书文要在这里盖印章，那几时可以做这个仪式？啊，财神爷来不公啊，老师拿外边不公盖耶。搬喺财神啊，入太门呢个龙财神爷，入财神啦，接财神啦，接财神啦，接财神啦。明年的正月初一接财神的那个书文，要来这里盖印章，然后还有就是财神像，嗯，有几份我们要来这里盖的。啊，不把公过耶，可能来几时安排？嗯。你就是啊，都爱爱先做啊！你要先做，你要过年了。是啦。啊，你要先做。一块钱了啊。是。啊，你唔得拖到爱到爱到。啊，你这个要刀要刀，对对对，做好讲。嗯。你要快有了。是。
十二月，十二我应该帮你做啥嘢？十二月十五。十二月十五号。啊。同年啊，同年啊。要贴纸不？是不？老公。香蕉哦，十二月人调酒哦。多两个礼拜呢。十一年得了啊，把狗老师们叫救过台湾啊，十一年要吃一，还是我放几个字？拜年吃一，预备问。拜年吃一，拜年吃一了。啊？星期二下雨，阿老下雨了。星期二初一噻。啊，星期二初一。我要查一下是什么日子。你话做得做就做得，可以找一点东西好了的吗？东西好了的。东西好了，外办公就主要你要准备那东西啊，那几时都得。哦，几时可以你东西啊？好，我都准备好了，那好时好你都得帮你做。好，谢谢。总得你要做的东西，来帮你做对了。好好好，阿明来帮你。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啊，总的，你要做你的东西，要时间去做，要时间，是，要提早。啊，你做的做，可能你喊我做。啊。来啦。十二生肖下山出来啊。啊，没相关。今年二坤的。啊，你总的，你安排你需要的，来做的做，我就帮你做。嗯，可以。叫我安排的时间跟主席讲了，然后我们就安排一个时间，我们就过来这里了。想过来呀，命来帮你，你这个东西，这个做好的东西，爱去做，爱唔好的东西，爱唔好，你也帮唔到手。啊，主要系爱。帮你的善信作为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还有看善信们全部盖印章，很多要做的，所以我们要应该是安排尽快就过来了。OK， 到时候做直播给你们看。你下个礼拜咯，是，礼拜天买早上可以吗？等一下我看我时间表，嗯，因为我有去一趟泰国，礼拜早上啊，你最好安排好，你来西都在做啊，好，可以，没问题。是是是，谢谢师傅的配合。公爱帮你。我就帮到，要帮就帮到底，真好，就跟这个神仙，是是是是，你见佛也好，见道也好，凡系做何谓东西，我就做在帮到晒，不是好事，不恭就会帮，你明白吗？明白，总的我帮的你很多。主要一点，你我去做了善事就得了。是。我也不要求物价。啊。好像有物价地方。你爱去帮佢，你就敢敢帮佢。是。反正做那些东西。是。就会帮你的东西。是。唱好。唱。啊，我问你。要传妙棒，是是，爱要传，爱要棒，要懂得回报了，要懂得回报，要回报。我其实要棒，棒到晒，是。我离开，我也唔帮你讲嘛，该钱财。你要跟讲钱在这边啊，你要明白，明白，明白啊，中了，哎，老师明白了没有啊？啊，包括老师钱财啊，也是为了你做的做的做多的善事，做多一点善事啊，明白。俺不要求买金银珠宝，你有心就得了，有心就得了啊，俺不要求。主要你要很你你往善的你就去善的人了啊，得来都爱去善，善的多就会自家得的福，啊，没外传秒善通通爱自家得，
就是两个蹦的你来蹦的样摸你的心你明白吗？明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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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主要一点吗？你孝顺，我孝去做善，是啊，只家得你福，很过盖，很过好，嗯，啊，反正你都买个东西，啊，关关都会过，关关都会过，啊，买个困难也好，这次人家会帮你顶过去，好，啊，啊，你做了一行业。啊，你订的东西，啊，有好多东西可以看的啊。好，公司啦。啊，反正你做你本身该做的东西。嗯。啊，总的，你做很多东西，你后背有人做菜馆。啊，好，一个主点中你的，你放心。啊，有守护神。啊，有守护神。啊，你的确有一盏灯。东西啊，啊，天天都过，啊，看看也过，看看都过了，莫太在意就得了。太在意的。可以，明白。主要你本身做你本身的东西。啊，马盖都得高啊！嗯。啊，莫金家之家，嗯啊，你坐地方。嗯。啊，莫想很多，做你该做的东西。是。啊。明白。啊，买把天阳。没了，没了。把天阳变冲都好。快点。啊。你们俩最好的一条啊！没有了。啊，虽然你也看不懂事啊。今天不讲很多话啊，虽然你看不懂事嗯，没有东西啊。其实你这边好多好多东西。奥妙。其实里面有东西很奥妙啊，很玄。OK。啊，虽然你没东西。你理解你们讨啊你的公司嗯跟老跟不懂讲什么公司什么名字福海啊海福海集团啊福海嗯啊公司在你做买卖起到两名取到一个好名字是吗啊一点不内好啊，根本是好名字。啊，我们一起立个名。周末你不起这个名？啊，好简单的原理，很简单的是。一张，人，人啥？一见人，这是副那个。啊，懂吗？哎，是海南的一个。啊，所以讲，你做咩事咧？啊，啊，依家海南人，海南人出来 ，OK， 依家福建人，永春，对吧？我是永春，去到福海，依家出。哥哥，你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是没有讲到这样深入，但是 OK 可以。啊啊！你买你的福建人，他就顺其自然这样取啊，可能就是一个缘分这样开始。啊，你就买东西，一车啊，就放到你啊福啊，你就搬去哦。木工木木搞搞啊，你搬去啊。嗯，妹妹，你
个福建人，啊，你帮加了一切就福分啊，福海，嗯，啊，然后又逃离，啊，又到，啊，没搞搞笑笑哦，嗯，想清楚啊，是你个名人之家也想清楚，啊，一个海南人。先生有海南人吗？啊，就是福海，啊，这都是江西一个好心。你做在江家的，啊，参那一切是好的。嗯，是好的哈，藏在一起，福建人很。就做在，啊，你自己本身也是。买你的海南人，买你的福建人，你也对。嗯。啊，做买你外去福海的介绍。嗯。啊，你帮他参一下。嗯。啊，你还好。嗯，好。啊，明白，谢谢师傅的指点。很个好的东西。是啊，是好的东西啊。啊。是啊，不讲。那不讲啥呀？啊。讲啊。快不去福气啊，老师，快点福气啊！好了好了，给福气来，来。嗯，好。听别人。啊，又福建人，又海南人。啊，福建人，海南人嘛。啊，啊，闽南的福建人，闽南的，是潮州，是福建人，是潮州人。你自家本身的呀。啊，我的福气，嗯，谢谢师傅。好。好，多谢安排了啊！来交代啊，老公。啊，嗯，多谢。你要开幕，给你交代主席都得了。啊，好，可以，我交代主席就是。啊，我已经会听客家话了。啊，安排过你啊。久了都没听。还有什么吗，老师？其他没有了，谢谢师傅，谢谢福工。福海集团呐。福海集团。啊。听听啊。你要帮我做。啊。来。福建人都吵。要怎样？要化掉还是要什么？一扎扎啊！嗯，拿来见下崔老爷，一个个见财神爷先，一粒粒见。啊，拿来见下爷，啊，将来拿去保护法，然后才拿去化，进了才拿去化，一个一个哈，还是要用盘，用盘。啊，没相关，你见一扎扎。哦，这一个就可以了，全部放在一个盘，一个代表啊，盘。你不要拿一个代表可以了。拿老鼠。啊，代表他角色生肖什么名啊？嗯。嗯。讲一个代表念到完生肖。啊，请问哪个？啊，三星。啊，快快快，老师，快快来。好。今天好啊，今天读书好啊，多亏今天读书读名字啊。好，然后现在怎样？哪句话？全部花败了呢。嗯。哪句话哈？这个懂了。啊，这个懂了，我记录好了。所以，哎呀，你三千多发吗？好，别出波哎。发发。啊，发在哪？化掉啊，不粘哈。OK 哈。中发。所以全部都化掉了，我记录起来了的。粉丝也帮我记录了。大家都记录哈，我们要化掉了的，所以就。嗯、好的，来，拿去化掉哈。先画宝，画宝，画这个哈。这个先老鼠来接过接过接过 OK 来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OK OK全部拿掉了，现在我们把
对，一粒一粒元宝划掉哈。OK， 这样就全部把它划掉了，那就行了。大功告成，所以我们为明年的十二生肖幸运数字哈，已经求到了。OK， 来，谢谢主席。好，大功告成了，我们下线了，很累了，大家两个小时直播了，拜拜。